Hello， 爱露营的小伙伴们，我不再是孤独的一人。今天的露营活动呢，是跟我女朋友一起进行的。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营地给搭好了。今天我们还是用的六角天幕，但你们会看到它的形状跟我以往不太一样。我以往的六角天幕搭的都像一个房子一样，是比较防水的。今天晴，一点雨都没有，我们就用四个天幕杆，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共四个杆子。它的空间会比以往大非常非常的多，从这里拍就特别好看。我们今天的计划是烤牛肉、烤鸡肉、烤猪肉、烤培根，然后还有一顿咖喱饭。我给他准备了很多好吃的。第一次跟他出来嘛，不能亏待他，要让他感受到露营的美好，是吧？